我到中国很多很多次，第一年、第二年，我到有名的地方，可是第三年，我觉得我要看真的中国，不是城里头的中国，只有这样的路，很久很久很久，对不对？2000多年以前人走这个路，我们有很有名的路，可是300年以前最老，这个是2000年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喜欢那么多，我带我的朋友。他们也很高兴，因为没想到有那么漂亮的路，在中国那么老的路，所以我带他们，我也高兴，因为他们高兴。